很好看嘞、欸。嗨，坐得好啊，请坐看戏。哎呀，头发不能再湿了，你们笑哪去？就是啊，恶心要死，闪开。对了，难看就是难看了的啦。是啦，出来出去都是蛇脸一个。哎，那本来就是要蛇精男的啦。被打了，是啦，在看电视哦，看到一条蛇头那边一直动一直动。人呢？你再动的话哦，我一巴扇过去啊！扇过去了。哇，这戏很好看的 ，Brenda。那个 Kiko 快来打气。是哦。对，最近你压力很大是吗？真的是点头了。先生，是你的脚一直摇咯。你 sorry 啊，哎，那烦恼哇，你们一个两个这么加上七个摇脚不可以嘞，七个摇脚啊，谁打喊呀？耶，我们今天赚到很多钱哦，来来来，一起来算，来我帮你算 ，Brenda， 小鱼。哎，我妈你会算吗？对，我会算。哦，真的，来来来，乖，然后来算一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哇，准飞了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我感觉够了哦，不要这样大声啦。像你这样啊，你看你的肉啊，垂到像什么这样？那那我们健美先生嘛，当然就是会要积极运动。是啊。Nicky， 我要打包，你们要打包什么？我要，我要打包鸡饭，然后鸡胸肉，还有茄子，还有黄瓜，记得啊。非常正常，我要打包一份鸡饭，但是我不要鱼，不要，然后我也不要白饭。鸡饭不要饭，难道你要降鸡啊？不是，是鸡胸肉罢了，还有另外加肉。哎，还有我啊，我要烧鸡，记得不要皮。然后呢，我要叉烧汁，还有那个饭，我不要完全白饭，我要一点点油饭。哎，还有，不要菜，知道吗？不要葱，知道啊？我的也要记得啊，记得啊。还有我的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记得。很乱，我被打败了耶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回来。很美。哎，我放工了。哎，小鱼，你要不要去吃什么？随便啊。随便啊，我们就去吃重口味的泰国餐。泰国餐啊，不要啦，很辣哎。这样子，我们去日本餐啊。日本餐，我不喜欢吃生的。那你到底要去哪里吃？随便啦。去吃西餐，好吃好吃。西餐啊？嗯，我昨晚才吃的。不要。正经，我们吃中餐呀。中餐？嗯。不要啦，中餐每天都吃，你以为你是懒惰？
到底要吃什么？吃了。准备好了。Happy New Year！ Happy New Year！ 幼稚，你们是小孩子啊？这样小份是个宝妹，你才可以的。这到底要吃什么？随便啊。随便随便随便，给你喝水的大便呐！够了，不要理他。要去哪里？我要跟朋友去看戏。不可以不可以，我是功课。妈，等下我的朋友生日，你上次说晚上不可以出去，所以呢我改去下午。我们晚上可以去吗？可以，从现在开始不可以去。白天也不可以去，因为啊，坏人很多在外面，很危险。那个，爸爸为了去买化妆品。不可以，小孩子化什么妆？我有些功课。爸爸，我要去找朋友。不可以，小孩子不可以出去，全部都不可以出去，好好温习功课啊。哎呀，没有电了。真是。